接着看苦灭道圣地的第三句，何名三昧藏。这一个道地的名称含义非常之深啊，也是遍一切法啊。这个原则呢，我们一定要知道，每一个名相都遍世出世间一切法啊，确确实实是《华严经》上常说的一皆是都，都皆是一啊。它这个一不是独一，不是定一，而是任一啊，任何一法都能够含摄一切法，任何一个名相都能够包括一切名相，所以每一个名相意思都是深广，没有止境啊！啊，我们能够体会多少，那就是自己修学的功夫啊，越是能契入，意思就越深越广啊。诸佛如来说一个名相，说一句无量劫都说不完啊。现在我们对这个说法我们相信了啊，为什么呢？他一切一切，你怎么能说得完啊？三昧藏说的是什么呢？三昧，这是佛学专有这个名词啊，梵语音译过来，意思是正受啊，啊，梵语三翻作正，啊，昧翻作受，正常的享受，鉴别苦乐忧喜舍，这是佛经上讲的五种受，我们有苦说，有乐受啊。有忧受，有喜受，有舍受啊，这五种受啊是六道里面的啊，六道众生呢有这五种受啊，特别显著的呢欲界，欲界非常明显啊，越往上面去啊，像色界无色界了，慢慢就淡薄了，这五种受不正常啊，不是正受啊啊。那么由此可知啊，正受啊这里头没有这五种受，那就是正受啊。身没有苦乐，心没有忧喜啊，这才叫正受啊啊。藏含藏的意思啊，所以三昧也就是禅定啊，也翻作禅定。功夫浅深，差别等等啊，
啊，也是说之不尽啊。佛为我们讲经说法，教导我们，都是从一些纲领原则上讲啊，比如经论上常常对我们讲的四禅八定，啊，四禅八定是真受了，不是纯真，啊，只是把苦乐忧喜舍扶住没断，啊，我们叫扶烦恼没断，啊，它的定境呢现前，啊，也就是清净心现前，啊，定要甚深的禅定，才能把苦乐忧喜舍断掉啊！啊，苦乐忧喜舍是烦恼啊！啊，或者把它转变啊，转变成智慧啊，烦恼即菩提嘛。转烦恼成智慧，烦恼没有了，智慧现前，那是三昧障。我们看六祖坛经啊，这是禅宗第六代祖师慧能大师说的啊，慧能大师不认识字啊，他平常给大众的一些讲话啊，我们叫开示啊，弟子们把它记录下来啊，实际上坛经就是慧能大师的语录啊，慧能大师的开示，中国人对他特别尊重啊，你看看历代祖师都称语录法语，哎，唯独对慧能大师的这个法语语录称之为经啊，这对他特别尊重啊。那么他的开示呢，是这样，等同于佛菩萨所说的经典，确实前面讲的一切印呢可以印定啊，啊，《坛经》里面第一句话，开宗明义啊，啊，就是把他自己自行化他的总纲领啊念出来了。啊，所以禅宗诸位要晓得，他修的不是禅定，他修什么呢，啊，他叫大众总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，般若智慧呀，啊，那他重不重视禅呢？重视，禅是手段，不是目的，这个你一定要晓得。啊，通过学习禅定的这个手段，达到般若智慧的目的。啊，所以禅宗的修学诸位要晓得啊，是摩诃般若波罗蜜多
啊，千万不要误会，哦，禅宗是修禅定，错了。啊，他是修六度里面最后的般若度啊。这是真舍智慧呀！啊，般若给我们讲，诸法实相，实相有体、有相、有用。啊，三昧藏是讲实相之体。体是净的，六祖在《坛经》里面跟我们解释禅定，啊，禅是外不着相，定是内不动心，是活的，不是死的。啊，在哪里学呢？在日常生活当中学，穿衣吃饭都是禅定，穿衣吃饭都是般若。问题就是你会不会呀？所以宗门常常测验学生，啊，老和尚对初学的学生，啊，来考试，来测验。你会吗？你会不会？啊，你所学的禅定，你所学的般若智慧，啊，你会不会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？穿衣吃饭，洒扫应对呀。日常生活从早到晚，点点滴滴，是不是禅？是不是般若？啊，如果是的，那你肯定是法喜充满。啊，所以大乘教活活泼泼啊，非常可爱呀！哎，它不起副作用啊？什么叫副作用呢？烦恼啊！大乘佛法里头决定不生烦恼，不生之念啊。换一句话说。这个禅定般若落实在生活当中啊，决定不起妄想分别执着。如果里头起妄想分别执着，没有了，禅定般若就失掉了。啊，不起妄想分别执着，这是三昧藏啊。真正晓得诸法实相的体相用，你真正呢得到诸法实相的体相用，这个自在了。第一是发现真有，不是没有啊，但是它不是物质。它没有形象，它也没有色相啊。换一句话说，六根都缘不到啊，眼看不到它，耳也听不到
鼻也嗅不到，身体也接触不到，甚至是你想也想不到啊，想是意言意愿不到。所以佛给我们讲，不可思议，你不能去想，你不能去说，他在啊，在哪里呢？一切时一切处一切万物无所不在，能现的发现啊，能生的真心的啊，发心跟真心是一桩事情。那么所现的这些相，这个相分呢，宇宙之间无量无边，森罗万象啊，这新鲜的。可是这些相啊，哎呀，千变万化，这又是一回什么事呢？这叫识变啊。什么叫识变呢？识变你不好懂，换一句话你就懂了，都是佛说的，从心想生的。哎，这个好懂，心想就是识变啊。我们心怎么想，哎，外面境界这个现象它就怎么变。境界相是随着众生心想生的，那么今天我们这个社会大众，他不想善的，他天天想恶啊，他所想的自私自利，他所想的损人利己，他所想的贪嗔痴慢，那这个境界就变了，你想什么变什么。所以为什么不想佛呢？想佛所有境界就变成佛境界了，真的一切有情众生都变成佛菩萨了，山河大地都变成众宝庄严，这个世界就是极乐世界，就是华藏世界，从心想生的。你今天见不到华藏，入不了极乐，是因为你没想它。楞严经上大势至菩萨讲的多好啊，一佛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，意就是想啊，念也是想啊，啊，大道理，你看多简单，一点不复杂，你为什么不想呢？所以不但佛法修行重视观想，你再仔细看看其他宗教经典里面修行的方法也重视观想啊。
众师观想，那就是众师为师所变啊。我们要变一个什么样的境界啊？当然所变的这个境界与性体越接近越好，越相似越好。这个十法界里头，佛法界就是性体啊，性相圆融了，性相不二了接近，还不能够到水乳交融，靠得很近啊，可以说其如了，但是还没有相融。像两个河流啊，两条河流，一个河流水是清的，一个河流水是浊的啊，到这个交汇点，两个河流融入，刚刚交汇，清水里面有浊流，浊水里面有清流，你还能看得清楚啊？刚刚交汇，菩萨法了啊！到下游啊，已经看不见了，完全交融了，那是佛法。我们把清流比喻作法性，浊流呢比喻作妄想，啊，是不远的。他们两个距离越远，变化就越大了；他们两个距离越近，变化就越小。所以六道三途变化大，啊，四圣一真法界变化很小，啊，注意从这个比喻去体会。但是要记住，比喻总是比喻，没有办法比喻的恰到好处啊。啊，那个太难了。那聪明人从比喻里面悟入真实，啊，所以我们要晓得，一切诸法，我们现在讲的精神的、物质的，都离不开法性、法相。啊，给你讲真话，性相不二。今天性相为什么合不起来？不是合不起来，是你妄想执着合不起来。啊，你有妄想分别执着吗？妄想分别执着是假的，不是真的吗？法性里头没有。这个东西是无中生有啊，啊，虽然有这个现象啊，妄想分别执着有这个现象，有这个意识，但是当体皆空，了不可得啊，它是有为法啊，《金刚经》上讲的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它都不是真实的，啊，
实实在在跟你讲，它是无所有，毕竟空，不可得。啊，可是今天说你产生了严重的误会，你以为能得到，你以为它真实啊，你以为它真有，这个错误太错，大错特错啊！啊，由于这一个错误的认识，惹来了麻烦了。啊，什么麻烦呢？起惑、造业、感得六道三途的果报，就这么回事情啊！啊，在佛菩萨境界里呢，这些东西是梦幻泡影啊，这些东西当体皆空，了不可得了。所以诸佛菩萨应化在三途六道啊，他大自在啊，他没有障碍，离世无碍，世事无碍啊，那是什么呢？他住三昧藏嘛，啊，他知道这一切现象万事万法离体空寂，所以他没有执着啊，他没有妄想，没有分别，没执着啊，对于一切法，包括对自己身体啊，身体也是法相啊，啊，那么他就有法性的受用啊，得法性的受用。得法性的时候是智照啊，啊，《心经》上讲的，照见五蕴皆空啊，啊，这得法性的受用啊，哎，同时又得法相的受用啊，法相是四相啊，四相可以欣赏啊，可以受用。离世无碍，世事无碍啊，受用的时候决定没有分别之处，受用之中的时候决定不生贪嗔痴慢，决定不起七情五欲，所以他的受用啊，只有正面没有负面只有享受没有什么付出代价啊，这个跟三途六道迷惑颠倒众生大不相同啊，三途六道里头迷惑颠倒的众生，他享受名闻利养，享受五欲六尘啊，在这个里面生七情五欲，他付出的代价太大太大啊，你要问付出什么代价呢？迷了自性啊，失去了性德，给你再说的具体一点，
事有爱，事事有爱，这是你付出的代价。这个代价是起惑造业啊，感得三途六道的苦报啊！啊，这个是祖师大德常常讲的长劫轮回。要是看清楚、看明白了，你所得到的享受太少了，你付出的代价太多了，不成比例啊！这就是谚语常讲的“得不偿失”啊。啊，怎么能跟佛菩萨比呢？那佛的觉悟的人呢？啊，人家一些享受变成正常的，三昧是正受。正受说里面不但没有付出惨痛代价，而且是增长戒定慧三学。他尽情啊受用法相，增长自己的德行，增长自己的智慧。那么这个就是华严经末后啊，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那所实现的。但没有丝毫负面影响啊，他成就无上道啊！啊，再跟你说，快速成就无上道。善财是一生圆满无上菩提啊，一生。等得究竟圆满的佛果，你看那个对于法相的享受，不就是五十三参吗？啊，五十三参就是说我们现前所有一切人事物。用这个来表法了，男女老少各行各业，那你不会就没法子了啊！所以宗门大德叫会母，这两个字里头意思就太深太深了啊！会。你真的觉悟啊，你就是佛菩萨；不会，你是凡夫，你还是起惑造业，是不？啊，那我这样说法，你能听懂吗？你能体会得到吗？啊，你不会。我再讲的白一点，在一切受用当中啊，讲到最平常的穿衣吃饭啊，待人接物
没有妄想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那你就会了。如果我没有这个妄想，那妄想思想啊，没有思想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那我不是变成白痴了吗？那诸佛菩萨都是白痴啊。白痴是无明，那也没有无明。那什么呢？那就是究竟圆满的般若智慧，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多。现得圆满现前啊，那就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。所以你要常常念三昧章，念三昧章就是念正常享受，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切可以受用，不能有妄想，不能有分别，不能有执着，你就练这个功夫叫练思练心呐、对境界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是会呀、如如不动，什么不动呢？就是没有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这就不动那什么？那就是禅定，那就是三昧章。绝对不是糊涂啊，糊涂是无明啊，无明破了清清楚楚、明明了了啊，是慧不起心、不动念、不分别、不执着，是定。你过的生活是定慧的生活，定慧的生活是诸佛如来化身菩萨的境界。如果我在这个境界里面分别，这是好人，这个人是恶人我想想我应该怎样对待他，怎样应付他，你就是凡夫啊。你说为什么六根接触境界，你起心动念，你分别执着了你用的是善心善行，感得三善道；你用的是不善心不善的行为，感得是三恶道，出不了六道轮回呀！三昧藏就超越了。不但超越六道，超越十法界所以要学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学不起心、不动念、不分别、不执着那外头一切是非善恶，清不清楚？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这是什么？照见，不是分别见照见里面没有分别。他是善人，我知道他是善人，不是不知道；他是恶人，我知道他是恶人。知道明了慧也，心里有没有分别？没分别。善人恶人，我对待他是平等。善人恶人决定不能够染污，也就是。决定不能够影响我，影响就是让我心是清净的。
不受外境的影响啊，这叫真功夫啊！啊，所以修行在哪里修啊？就在生活当中修，就在工作里头修，就在处事待人接物里头修，这就是道场。有很多人常常来跟我说，他的工作很多妨碍他修行。那我听了之后，那看看他的根性，他的程度。啊，他善根深厚，有福有慧，我就跟他讲历史练心了。啊，提醒他了，重视智不重心事。啊，一切经缘当中都是道场，哪里有分别呢？如果不是这样的根性，来用方便法啊，这个工作妨害你修行，换个工作啊，这个工作太多了啊，你没办法修行，希望工作减少，工作量减少，每天能够抽出几个时间去读经去念佛，这戒淫初级的方便法了啊。那什么，他不会呀，真正会了哪有这些问题呢？啊，真正会了的人修什么？总纲领找到了，总原则找到了，总的纲领原则无非是把妄想分别执着打掉啊。在所有经年当中啊，通通把它洗刷得干干净净，你就成就了啊。你想想，为什么善财童子要五十三参？啊，这是世尊把世出世间一切法分成三大，五十三大类呀。每一类里面，你去试试看，都做到不起心、不动念、不分别、不执着。就是这四句话，在五摄三个不同境界里面去试验，关关通过，成无上道了。啊，这五十三个境界里头，有世间，有出世间。有佛，有菩萨，有声闻，有缘觉，有助听，有三途啊，通通叫你去历练啊，啊，叫你去修行啊，啊，修什么呢？无非戒定慧而已啊，戒那就是。佛法不坏世间法，这世界啊，跟大家如理如法的相处
是什么呢？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这是定。啊，慧是什么呢？样样清楚，样样明了，一点不迷惑。戒定慧不是在经本上学的啊，不是在寺院殿堂里面修的啊，相财童子不是这个修法啊，善财童子融入社会，融入十法界，融入一切众生的综合当中，成就自己究竟圆满的三修三慧，他怎么修成的？痕迹都不着，又不涉六仪，妙极了。你看访问啊，访问说有礼节礼敬，有称赞，有供养，那个供养的礼物啊，我们到哪里去总能带一点礼物啊，那礼物是供养啊，你看礼敬称赞供养，有忏悔，忏悔是什么呢？自己有过失能改过来啊，改过自新就是忏悔啊。啊，改什么过失呢？起心动念啊，这个境界很好，哎，这欢喜心起来了，不行，欢喜烦恼，马上把这个东西卸掉关系有里头没有贪念，没有愚痴啊，欢喜的相有啊，这个是高招啊，太高太妙了，欢喜那个情没有，没有情，这个欢喜从哪里生的？从智生的啊，情跟智是一体，觉悟了叫智，迷了叫情，那么由此可知，他完全生在觉智的境界里头啊，他已经脱离了迷情啊，所以他那个场合的都是真欢乐啊。那众生呢？众生是假欢乐哦，享受不一样啊。啊，我们要学会了，在大众欢乐场所当中，我们所得到的、所感受的、所表现的真欢乐啊，那些众生，那些众生我们晓得他是虚情假意啊，他是假欢乐啊。为什么？我的里面是觉是智，他的里面是迷是痴，不一样啊！啊，不一样，大家在一起不爱呀、啊。
真妄不爱啊，迷悟不爱啊。离世无爱，世事无爱啊。大乘华严教学里面啊，充满了这样的智慧。这样的受用啊，这才是真实的无障碍的法界啊。所以世法跟出世间法是一不是二啊，这里头只有觉迷不同，说为世间出世间，其实世间出世间界限在哪里？没有界限的啊！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微密关照啊，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呢？就是日常生活、工作、处事、待人接物，点点滴滴啊。那什么叫关照？利妄想分别执着叫关照，眼照见，耳听也叫照见。就用一个名词，鼻嗅也是照见啊，舌尝意知通通用一个照见啊。照是接触啊，我六根接触外面境界啊，见是明了，这是智慧啊。啊，这个明了里头没有贪嗔痴慢，绝不夹杂贪嗔痴，绝不夹杂分别执着，这叫照见啊。如果里面呢夹杂着分别执着，那就不是照见啊，决定不夹杂分别执着菩萨跟凡夫差别就在此地啊。凡夫起心动念，六根接触外面境界啊，他夹杂着自私自利啊。我常讲的是六个字，他夹杂名闻利啊，他夹杂五欲六尘，他夹杂贪嗔痴慢，于是事实真相他一无所知啊，就在他面前。把这十六个字去掉，我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啊，没有夹杂自私自利，不夹杂名闻利养，不夹杂五欲六尘，不夹杂贪嗔痴慢啊。总的跟你说，就是决定不夹杂妄想分别执着，那叫照见。你就见到事实真相了啊！你见到事实，你得到的真乐。这个乐不是苦乐的乐，苦乐的乐是相对的，不是真的啊。苦乐的乐通通离掉了啊，苦离掉了，乐也离掉了，那真乐现前。那个乐是发心啊，那种乐呢，就是论语里面孔子所说的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。
你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呀，自性里面的喜悦生起来了，那是性德了。这个境界非常非常殊胜。啊，希望我们同学细心去参究，也能起如这个境界。